你早上的8点12分，今天是7月24号，早上的台北时间8点12分，我们一个礼拜呢也过去了，新的一个礼拜又开始，新的一个礼拜，这个是现在是我们的闰月，六月的闰月。每天的每3年的一轮的闰月6天也还是阴历的6月份等各个月过了以后，下个月才是7月开始，鬼节就即将到了，所以说我们趁着这个月，大家赶快能够赚点钱那个现在是开奖的报告是这个月份才赚2次而已，中2次全车，现在已经还失败个6次。第7次，你今天大概应该叫凹回来，第7次叫凹回来，凹回来呢，另外你要多加码，加码你才有钱赚啊，要不然怎么凹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输了7次啦，3721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个是300块，3721，这个1:7，然后明天礼拜八更要凹，这样用凹回来你才赚得回来。这个今天一样一只两只尾数碰一只碰一个尾数，也等于是就是尾数碰尾数你们记住哦，B 组是两只尾数碰一个尾数，这等于是我是简化了，B 组简化了，然后呢就是四只牌连梦这个是。提供给大家的今天的准备爆牌的资讯。这539啊，实在是最近这一个月不好玩，上个月有中过5次也不好玩但是呢，我在上个月这个上个月以往都一个月中15次以上，15、16次，为什么这两个月不玩？我们也这也是很烦恼这个问题但是呢，不好玩有不好玩的解决方法，就是要用熬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已经做30年，太了解。你不会签你就不要签，你没有本钱签你千万也不要去想赚这个钱，要赚人家个3、5万，那也很辛苦困难的了。